Hello， 大家好，请来刮这一张黄金满屋刮刮乐，每张售价是新台币200元，头奖奖金是200万元，然后它有超过11万个1000元含以上的奖项，玩法说明在这边，刮开您的号码区，这边就是您的号码区，共有15个号码，落的一局号码全数出现在您的号码区中，哦，这里有这么多局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啊，8，有8局啊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有8局游戏。上面这号码如果全部都出现在您的号码区里面，哇，就可得该局的奖金啊，各局号码上面印有刮模，可以作为记号哦。这次挑选尾数是47号，希望可以中大奖啦。来，放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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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把黄金放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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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，开始来刮。您的号码，第一个号码是22号。22秒，22在这边，22没有了。第二个号码是19号，19有没有？19在这边有，还有没有19啊？19没有了。第三个号码是25号，25在这边，25这里还有一个，25没有了，再一个号码，41号，41号有没有啊？11这里有 ，OK， 再一个，42号，42这里有，来，大家看从这边刮回去，这个号码是31号，31有没有？31这里有，31还没有，31没有了，再来一个44号，来44号没有，十四这里有一个，哦，10万元还差4个号码，这边14也有一个，200万元也是差4个号码，14有没有？没有了，来，这边刮干净，再一个，35有没有啊？35在这边，还没有35，要全部都中，不容易啊，35这边有一个。啊，来个12跟07啊，要求不多啦，这样1000块也不错。35没有了，来这个是多少？08，8号在这边，8号这里也有，8号没有了。来再一个，30号，啊，30号在哪里？30，哦，这有个30还没有，没有了。再来一个，04号有没有？嗯，刮干净，4号，这里有个4号，哦，10万块，第7局，还差2号码呢，2636而已呢，没关系，还有04，看见没有？四号没有，没有了。来，再来，2636有没有？26，哦，这张是10万吗？26，哇，有机会，会不会是10万？3636，有没有可能？有没有可能？哇，刮那么久的刮刮乐，有没有可能中10万呢？啊，从来没有中过10万呢。来，紧张，应该还有数字，来个36。07啊，07在这里，07啊没有，07在这里，好了，不然来个12也可以啦，07没有07了，应该还有个数字吧，12345678910111213，还有个数字，啊，最后一个数字了。希望是36，不然就12啦。如果3612就中奖了，如果其他的就杠估了啦。来，3612，
3612，应该有个数字，3612，3633，哇，啊，43啊，43，43有没有？还是看一下好了，43这里有个43，但是它没有02啊，对不对？没有扫刮嘛，没有啊，43没有，43，43这里有个43，没有用啊，差两个，啊，没有，没有36，看一下，检查一下3612有没有。3612，3612，3612，3612，没有啦！啊，真是的，还白高兴一场，白紧张一下，想说有机会可以中10万，说好，最后来总结一下这一张售价新台币200元的黄金满屋刮刮乐尾数47号，宣告杠估，好，那就是做了200块钱的公益啊！好，谢谢大家的观赏，再见喽，拜拜。